这边都要升级才可以。它的上面的钱跟金条又跑掉了，可能它的 bug 之一吧，经常龙在跑掉。好，杀死三个成年恐爪龙，用猎弓。先找好三只，好，从最近的来啊。好，很顺利，得到了32000。好，好，来看一下它的特价品有什么。哇，359，太高了，169。99，好，目前都不够，算了，放弃。好，杀死格里芬龙，格里芬龙两只，我们从最远的开始，射头好了。一次，哎，好像射错了，应该是这一次才对。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耍了白痴，射错龙了。奇怪，为什么两只射完了还没结束？好，格里芬龙群再射一次。好，先认好它的样子。好，小博又射错。这只，应该这只才对。这边还有一只，休想闹跑！好，超远的箭，一箭穿心，咻！这难度有点高，因为它射箭的速度没有像枪那么快。好，鹦鹉嘴龙。还是嘴巴很像鹦鹉的嘴。好，这要射死三只哦。先找一下三只。哦，那距离都还蛮远的。两只。哦，找到了。先来这一只。
射中行长，一箭穿心。好，再来是亚伯达龙群。哎呦，先解决近道了。再来，完蛋，冲过来了，嘘 ，Oh my god！ 这是一箭都不能 miss 掉哎，再一次。这边有新的箱哦 ，NC04 战斧，我们来试看看这只 NC04 战斧。好，翼龙群，打一只。好像没有很厉害哦。它是会发射毒气吗？会有绿绿的烟跑出来。圆。至于那么圆，发射来。想要再近一点，好，这只，对，咻，咻，它是被毒气毒死，它应该是被毒气毒死掉的吧？199块，没有钱。好，现在升级一下猎弓。